意大利米兰湖滨的大卖场是传出随机杀人案件，目前是已经知影有一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其中一个人阁是英超兵工厂照常予意大利加州卡林的救车，嫌犯精神是无正常，已经当场强抓起来了。伫哩米兰的郊区一个城镇阿萨戈的加勒福卖场空地顶头的废地，有监视人员采白下，这位30岁消防员伫哩这件野岛攻击案时阵不幸死亡，其他受伤的人拢已经送病院，其中一位是今年29岁英超兵工厂意大利加州卡球联盟杀的西班牙籍的球星马里卡加皮亚被抬受伤，无性命危险。当地媒体报道讲，凶手是一位46岁精神异常的查甫人，二十八晚6:30左右，伫哩加勒福夜都随机杀人，现场听到真侪人大声叫，真侪人走出卖场，凶手和几落位人客当场压制，交予警方。看球员马里迄当阵是带牵手甲后生伫哩坐大卖场，无去注意到情形，凶凶突然间感觉脚趾边真疼，才发现凶手夜都解杀。伊经济人讲，马里被送到病时阵，人还阁正清醒，身躯顶重要器官拢无被刣着伤。不过伊亲目睭看到有一位受害者脑后歹刀用刀挂着伤，心内正惊。马里2020年一个自巴西加州卡球联勃朗明哥俱乐部加入英超的兵工厂，并且被召到意大利加州。兵工厂的总教练阿特塔讲，已经接到相关消息，并且联络到马里的亲人，好加在身体无大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